啊，所以你看你一来这哥哥你又夸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家听我爷爷说你说话特别幽默。一般一般，嗯，和你比差远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。表扬得很真诚。你也夸夸我，你觉得我还有什么优点？我帅啊。帅帅，嗯，还有吗？内在一点的。头型不错。是你想留这发型是吗？还有吗？鞋不错。鞋不错。你不是之前说看过我节目吗？啊，你不说你都小妮都不认识就认识我啊？你夸夸我主持节目，你觉得我主持节目主持怎么样？非常棒。嗯，好在哪儿？棒在哪儿？好在哪儿？棒在哪儿？你可别在这儿卡住啊。一个值得夸的地方都没有吗？确实看不出来好在哪儿，棒在哪儿。你刚才那么能说，怎么就到这儿卡住了？只有一样啊，白白白。我呀就不自取其辱了。太好玩了。